他是什么状态？他是会，他会给这个人，他不认识，而且他有选股，然后做黄金的投资。对，我想说，交款结好不好？好，拿去五二四一个。会回来，他就讲说这个是，对对，然后这个平台是有 OK 的嘛？你是在哪边下载那个程式的？这个就是那个群组赖里面，他群组的群组里面学员这样，然后有一个。帮我查一下第一银行的银行代码多少好不好？喂，喂，你好，请问一下你们公司的地址有吗？有，在台中。台中啊，你给我完整的地址。台中哪边？我是他儿子啊，我想要确认一下。我发给你，我发给你，好吧？啊？我发。你说什么 ？OK， 我发给你，我发给你。你发给我，发给我，我发给你。你是台湾人吗？还是香港人 ？OK。那就不是台湾人。这听声音就不是台湾人了。对啊，那口音就不像。这口音就不是台湾人了。哦，好像香港人。对啊。那你给他会，你跟他讲他这样，他有没有很心虚的感觉？他回答就很心虚啊，听到不是你讲话就很心虚了。你之前有跟他讲过电话？对呀。哦，真的。那这个怎么会加？这个就是同学认识的人耶。认识。搞不好你认识的那个人也是诈骗集团。对吧？他请客，你来他家请客，因为我们真的是当局者迷。这样就是不会再有他们的讯息。对对对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